咁我記得喺2012年7月份咧，啊咁導演就話想拍一套電影，咁就嚟問我有冇劇本啊咁樣。咁樣後來我就同佢講話，我諗下啦。咁諗下諗下，我哋又一齊商量咗半年，咁就有咗一部比較完整嘅長片故事嘅劇本。但係後來阿 Michael 又同我講話，因為我哋缺乏拍長片嘅經驗同埋資金喎，咁於是乎咧，咁喺2013年1月份咧，佢就決定話將一套長片咧就縮減成為一套短片，咁樣就叫我幫佢諗一諗。咁於是乎我又諗下諗下，咁大家又商量咗半年嘅時間，咁樣於是咧就到而家咧就創作咗呢套克服出嚟啦。咁呢一套克服咧，我係用咗好多時間、精力同埋心血去創作而成嘅，所以鏡頭前面嘅你記得要收睇啊！